만민 찬양 8장 주님 생각을 부르시면서 수예배를 준비하겠습니다. 찬송가 231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나의 주를 나의 주를 손에
찬송가 219장 1절 2절 4절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以默祷将周三礼拜献于父神。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阿门。唱敬拜赞美第175首，求圣灵，当我们献上赞美时，求圣灵，当我们献上赞美时，让我们真心的赞美至高主，求圣灵，当我们献上祷告时，在我们的身旁教导我们，求圣灵，当我们尽心读经时，让我们在其中得见主荣光。求圣灵，当我们努力传道时，赐给我们智慧神的话语，求圣灵，让我们更加谦卑，效法至高主的荣美的形象。阿门。接下来同声祷告，为亲爱的主任牧师祷告。주신 아버지 하나님, 은혜와 사랑을 감사를 드립니다. 마지막 때 귀한 당회장님을 만민의 목자로 세우시고 생명의 말씀으로 또 불같은 성례의 권능의 역사를 통해서 또 아버지 영의 세계를 펼쳐주심으로 말미암아 저희들이 천국을 침례하는 믿음으로 영적인 믿음 생활을 잘 이루어갈 수 있도록 축복을 함께 해주시고 인도해주시니 감사를 드립니다. 마지막 때 더 많은 영혼들이 구원받기를 원하시고 새 예루살렘의 길로 인도받기를 원하셔서 이제 재창조의 권능 100%의 섭리를 이루고 계신 당회장님을 통해서 신속히 이루시어 영광을 받아 주옵소서. 감사드리옵고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대성전건축을 위해 기도합니다. 建造大圣殿祷告。 주신 아버지 하나님, 은혜와 사랑을 감사를 드립니다. 일찍이 대성전건축의 꿈과 비전을 허락하시고 수많은 생명의 말씀과 또 불같은 기도 속에 만민을 부른 성도님들 성결한 주의 자녀로 나올 수 있도록 축복으로 인도해 주시니 감사를 드립니다. 거룩한 아버지 자녀를 통해서 대성전건축을 이루시고 영광을 받으시길 원하시는 아버지과 섭리가 신속히 온전히 이루어질 수 있도록 함께 주옵소서. 또한 아버지 성전 이름과 성전건축에도 크신 은혜와 권능으로 함께 해주시사 남은 모든 분야 절차 가운데 형통케 하시는 주의 은혜가 넘쳐날 수 있도록 함께해 주시기를 원하오며 감사드리옵고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말씀 전하시는 장성신 목사님, 为今天的正道人张承志牧师祷告，为蒙恩典祷告之后，请女地区长联合会会长罗慧淑劝士为今天的礼拜代祷。 할렐루야, 좋으신 아버지 하나님, 은혜와 사랑을 감사를 드립니다. 오늘은 당회장님을 대신해서 장성진 목사님께서 귀한 말씀을 증거해 주십니다. 듣는 모든 말씀이 믿음이 되고 생명이 되고 능력이 될 수 있도록 함께 주옵소서. 아버지 하나님 말씀을 통해 생명삼아 신앙생활 남은 때에 더 잘 이루어가서 아버지가 원하시는 빛의 열매, 선의 열매 맺혀나가는 저희들 모두가 될 수 있도록 도와주시고 함께 예배하는 전국 전세계 교회와 지교회 사랑하는 모든 성도님들에게 본 교회와 동일한 은혜와 감동함으로 함께 주옵소서. 감사드리옵고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慈爱的父神，主日过后这三天看过保守我们，赐予我们恩典，今天又带领我们献周三礼拜，感谢您。我们因着罪注定死亡，我们的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尽水和血，代赎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非常感谢。在我们心灵，父神为我们差派圣灵，让我们通过圣灵结束圣灵的果子，能够恢复丢失的神的形象，感谢您。
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说，全能守护神靠着圣灵如火般的做工，让全世界无数的灵魂苏醒过来。感谢父神，让我们为我们彰显全能做工，让我们父神的期待就是让我们得救，希望我们相信神，有天国和地狱，成为父神的真的真儿女，能够进入新耶路撒冷，永远生活在一起，荣耀归于您。我们亲爱的万民的圣徒们，刚强壮胆，用神道全副穿上全副军装，求您帮助我们为灵魂付出一切的植物带性牧师，宣告有权柄的话语带领我们，多么感谢。今天由张承志牧师讲道，正道题目是信仰生活，让在他宣告有能力的话语时，帮助他，又求您带领郑炫进牧师好好主持接下来的礼拜，求您悦纳金光唱诗班的献诗和演奏，荣耀归于您，为礼拜释放的所有圣徒赐给他们天国赏赐和这地上肥美的福分。通过这些电视网络 YouTube 等各种平台礼拜的全国全世界的万民的圣徒和观众，赐给他们恩典与感动，感谢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一同蒙恩典的经文是约翰三书一章四节，由我来奉读。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阿门。接下来由金光唱诗班献诗演奏，之后听儿童主日学校校长张承志牧师讲道，题目是信仰生活。
亲爱的圣徒们，大家是否认真过向生活？这一周、昨天、今天，每时每刻都过着虔诚的信仰生活吗？我们都在服侍一位父神，都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听从父神的道，按神道而行，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很多人在教会是一名基督徒，一旦走出教会就活得自由自在，在教会表现的信仰虔诚，在外面处处求自己的好处，虽然来教会礼拜，但是不遵行神道，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这哪是虔诚的信仰生活？真正的信仰生活是听了神道以后，发现自己里面的罪性、恶等非真理，努力把它离弃，恢复丢失的神的形象，成为圣洁。希望圣徒们对照今天分享的内容，省察自己是否认真过向生活。愿大家再接再厉，奉主的圣名祝福。那么想要好好过信仰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把圣洁的福音当作灵粮消化吸收。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万民的历程是靠宣告神旨意的讲道和保障那讲道的全能走来的。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现在有很多教会，有很多讲道人，但几乎没有人准确地宣告主的旨意。这属肉的世界，唯物主义盛行，几乎听不到有人讲使人得见并且经历本为灵的神的道。主任牧师病了七年后得见了神，在绝望中等死的时候得见了神，神当场治了他的病。主任牧师接待主后渴慕明白神的旨意，很想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要遵行神的旨意应该怎么做，于是积极参加各种复兴盛会，认真读圣经。不过看了圣经很多经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向一些牧师咨询，又查了有名的圣经注解，但没有找到答案，还是不明白。后来听到有人见证说，神借着天使为他解释了经文，于是主任牧师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求神为他解释经文的含义，祷告了七年，只要有时间就上山，从早到晚向神呼求祷告，为了节省时间，经常不吃午饭。终于有一天，主应允了他，赐他圣灵的感动，为他解释了圣经六十六卷经文的含义。主任牧师感觉主的启示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对他来说这是珍贵如命的宝藏。他向众灵魂宣讲了这些奥秘，结果无数人接待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沉睡的信仰苏醒过来，现在也是全国全世界无数的灵魂得救蒙允，蒙福的见证络绎不绝。这是神在万民的历程中借着圣洁福音所赐的恩典与厚福。圣洁福音能够改造人心，改造人心就是把被怒气、仇恨、奸淫、贪心、骄傲、奸诈等罪恶污染的心净化，使其变成洁净的心灵，这就是在心中行割礼，成为圣洁。
我们把心中的罪恶除去，往洁净的心里填入爱、善和真理。随着内心的变化，能够磨成耶稣基督的心，恢复光之神的形象。这样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才会得蒙保守，在主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主任牧师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听到一位有名的牧师讲道说，人本性难移，还说人怎么能够全守十条诫命，只能尽量。圣经可不是这么讲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性格、习惯都要改，还要除去根本罪性，成为磨成圣洁神形象的儿女。圣经还反反复复嘱咐我们，要远离暗昧的事，成为圣洁，成为神的光明之子。当然了，靠人不可能成为圣洁。当我们凭信心向神求，做出努力时，神会赐下恩典与能力，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用圣灵的火为我们焚烧罪性、恶性和毒性，根除每一条恶根。我们已经接待了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接下来必须靠圣灵的能力成为圣洁。慈爱的主赐我们很多话语，让我们用那些话语把内心改造为洁净的心灵。主任牧师被圣灵感动，蒙神启示经文的含义，告诉我们都有哪些罪性，我们该离弃哪些罪性，并且如何离弃情欲的事、肉体的事和心中根深蒂固的恶，还告诉我们具体方法，还要填充哪些真理，详细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的爱，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什么是八福，还告诉我们改造内心，信心也会长。约翰一书把信心分为小子的信心、少年人的信心、父老的信心。要衡量一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其标准不是看他信主多久、对圣经有多少了解、在教会有什么职分，要看他离弃了多少罪，里面有多少真理，神的形象磨成了多少。根据这些划分每个人的信心阶段，信心越大，属灵的力量也更大，能够抵挡仇敌魔鬼撒旦的搅扰，还能摆脱疾病和灾殃，蒙受祝福和应允，还会彰显全能做工，并且将来在天国成为大的。全世界很多人做见证说，信主这么多年一直去教会礼拜，但是孩子工作出现问题，身体也不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得很痛苦。后来听到了圣洁福音，来到我们教会过信仰生活，结果黑暗退去了，蒙受了应允和祝福。圣洁福音能够改造人心，帮助人们尽情享受做神儿女的特权。圣洁福音是生命之道，让我们常常得见神，经历神的做工，蒙受应允和祝福。靠圣洁福音，我们可以真正了解神。心善的人借着宇宙万物，就会感觉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在信仰生活中得见神，经历神的做工，又借着圣经了解神。不过属肉的人要对本为灵的神理解透彻不太容易。有的人说，神为什么放置善恶果，害亚当堕落败坏，他这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神这么做是要让人体验相对性，凭自由意志选择真理。有的人以为人无论犯多少罪，神都会饶恕，只要嘴上悔改就好了。还有人认为神是审判者，非常可怕。
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公义和爱，所以误会神。父神详细地告诉主任牧师耕作人类的旨意和蕴含在其中的爱和公义，还告诉他神的根本。神原本以光和声音的样式充满在宇宙空间，那空间就是神的心，是神的全能、神的爱、神的道。有一天，神决定分享他独自享受的所有荣耀和爱，决定创造人在这地上耕作。做了这耕作人类的计划后，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路西弗背叛，亚当犯罪，挪亚时代发洪水，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等。每当经历这些事情时，神非常痛苦，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深陷罪的泥潭中叹息哀痛，还为人类差派独生爱子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特别心痛。不要以为神是灵就感觉不到痛苦，神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发生这么多事情，心痛流泪，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掩面不看。时间久了，一个人、两个人开始领悟了神的心。以诺、亚伯拉罕、摩西等人成为了全灵人，成了神很大的安慰。现在也是，父神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有谁能明白我这哀痛的心？有谁能感受到我的爱心？以这种心情望着我们大家。真正了解父神，就是明白他的付出和爱，能够切身感受到父神愿意拯救更多灵魂，赐下上好的心意。如果真正明白神的爱，就有更大的动力能够离弃罪恶，成为圣洁。不是为了不去地狱，不受神的管教，于是勉强过向生活，而是为了安慰慈爱的父，甘心乐意改造内心。拥有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的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父老的信心。可见圣洁福音是神圣的道，给我们传讲父神原本的心，又具有能力让我们明白父神的爱，心意更新而变化。圣洁福音是我们渴望进入天国。1984年，主任牧师生日那一周，神突然主管他禁食三天，说要应允他的祷告，为他启示有关天国的信息。主任牧师禁食结束后被圣灵感动，领受了很多奇妙的话语，比如天国是什么样的地方，都有哪些区域，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天和天上的天是什么，使徒保罗看见的第三层天是什么，讲得很详细。不是所有人都进入一样的天国，根据每个人信心的大小，进天国的各个地方，每个人的赏赐和荣光也都不同。天国的人长脸长什么样，头发、身材、衣服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的房子是怎么盖的，将领受哪些赏赐，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讲得非常具体。不是笼统地说天国很好很美，而是把天国讲得栩栩如生。使徒保罗亲眼看到了第三层天上的乐园，所以尽管遭受逼迫和苦难，依然喜乐感恩，为主为灵魂付出时间物质，甚至是全部人生，也不觉得累。现在很多人说是信主，但追求的是这地上的生活。听到圣洁福音的圣徒们都渴望进入天国，
所以追求上面的事，不求在这地上大富大贵，最关注的是如何成为圣洁，为神国尽忠，在神面前积攒更多赏赐。亲爱的圣徒们，父神赐给我们的这圣洁福音，是把我们的心灵改造成为灵与全灵的有能力的话，让我们明白父神的心思意念，凭自由意志真心爱神，感化我们的心灵。圣洁福音还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进入至美天国新耶路撒冷。希望大家听每一篇讲道，发现自我，谨守遵行，当作灵粮消化吸收，恢复丢失的神的形象。想要好好过信仰生活，第二，要拥有宝中之宝信心，从无造有，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是信心的威力。我们信赖看不见的神，相信有天国和地狱，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靠这信心得救，蒙受应允祝福，并得医治。所以宝中之宝是信心，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属灵的信心。那么什么是属灵的信心？属灵的信心是神从上头所赐的信心，不是人想要就可以拥有的。马可福音九章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位父亲，儿子被巫鬼附身，渴望儿子得医治，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说我信和但我信不足，这两个信是不一样的。他眼见耳闻耶稣的全能做工，相信耶稣能够治好他的儿子，有了这种知识上的信心，于是说了我信。这是出于属肉的信心，通过眼见耳闻形成的知识上的信心的告白，但还没有百分之百相信的属灵的信心。所以说，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芥菜种很小很小，只有用圆珠笔画的一个点那么小，把种子种在田里，殷勤耕作，它就会长成一棵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大树。我们的信心也是一开始从芥菜种一样大，慢慢成长，最后成为充足的信心，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这就是属灵的信心。那么我们如何拥有这属灵的信心呢？当我们遵照神道，在光明中行，照神的旨意求，预备合乎公义的器皿时，神会赐我们属灵的信心。我们若说是不按神道而行，我们若说是不按神道而行继续犯罪，还说主啊我信，就是说谎话了。如果真的相信永活真神，就会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必有行为随着。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靠死的信心无法彰显神的做工。必须顺从神道，按真理而行，祷告神，才会领受属灵的信心。还要做合乎神旨意的善意的祷告。如果凭贪心和恶意求神，神就不会赐下属灵的信心。比如为了自身利益祷告神，让竞争对手遇到麻烦，这种恶意的祷告不会蒙允，不诚实，不行正道，
处于贪心，求物质祝福，也无法拥有属灵的信心。当然了，当我们求个人心愿和物质祝福，只要行正道，为荣耀神而求，神会赐下属灵的信心。神会主管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合乎公义的器皿，让我们积累经验，遇见贵人。如果我们技术不好，就会带领我们学习技术，直到预备合乎的器皿，熬炼我们，到时候会赐下厚福。属灵的信心，又是遇到不能顺从的事情也肯顺从的信心。拥有属灵信心的人，哪怕神吩咐的事情不合他的逻辑，无法理解，也愿意顺从。即便不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只要那是神的旨意，都愿意顺从。因为深信神是慈爱的神，愿意赐我们上好的，并且相信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能力高过我们的能力。因此，愿意靠神的智慧和能力顺从神。当年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如果亚伯拉罕体贴肉体，就不可能顺从。亚伯拉罕确信神是善良慈爱的神，所以直接顺从了。他相信神吩咐他献应许之子以撒，必有神善良的旨意，就算儿子死了，神一定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对此没有半点疑惑。神喜悦亚伯拉罕全然顺从，受感动，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并且兑现了对亚伯拉罕的所有承诺。回顾本教会走来的历程，也都是完全的顺从和信赖。神说去就去，神说停就停，神说救济就救济，神说宣教就出去宣教。资金短缺的时候，也听从主管，培养了主仆人。明明知道会遭受外界的逼迫，还是宣告了关于灵界的信息。主任牧师从来没有想过，父神现在有点困难，等以后有钱了，我一定会努力救济宣教。如果现在宣告属灵世界，肯定会受逼迫。等以后情况好转了，再宣告属灵世界。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只要是神的旨意，一律顺从。而每一次神都为他负责。属灵的信心是永远不变的信心。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雅各书一章六至七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如果真的相信，就一点不要疑惑，要有这种属灵的信心才会蒙允。知识上的信心，因为听见看见才相信的属肉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有时候会产生疑惑，不能完全相信，所以无法顺从。无论遭遇多大困难，无论经过多少岁月，属灵的信心不会变。这件事情真的会实现吗？这么久都没有应允，可能没有希望了。我求神赐福，反而遭受熬炼，可能这不是圣灵的主管，应该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会这样纠结。创世纪所记，雅各的儿子约瑟小时候做了神奇的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他下拜，还梦见他们几个兄弟在田里捆禾稼，他的捆起来站着，哥哥们的捆来围着他的捆下拜。约瑟相信这两个梦是个好梦，神会把他变成一个尊贵的人。
没想到摆在他面前的现实不是荣耀的生活，而是严酷的熬炼。他的哥哥们嫉妒他，想要把他害死。他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被卖到埃及当奴隶。他被带到埃及护卫长波提乏家里干活，后来得到了波提乏的认可。本以为情况会有所好转，没想到又被人冤枉坐牢。现实如此惨淡，但约瑟依然信靠神。许多年后，神终于将约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带到埃及王面前。一个17岁被卖作奴隶的边境男孩，经过13年艰难的生活，最终成为了埃及大国的二把手。神所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假如约瑟没有属灵的信心，这个梦想也不可能实现。约瑟没有丢弃信心，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寻求神的旨意，恪尽职守。其实约瑟经历这些困难是成就神旨意的必经之路。神如果只想赐福于约瑟一个人，不至于让他受这么多苦。神的计划是要通过约瑟为以色列国奠定基础。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旨意，必须让约瑟在埃及帝国掌握实权。这13年看似艰辛绝望，其实是神操练他成为埃及宰相的速成课。尤其经历这一系列熬炼，约瑟打造了更加宽阔洁净的心灵，并拥有了更大的信心，在神面前更加谦卑，全心依靠神。神的应许一定如实应验，只不过神的计划和人期待蒙允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人觉得很慢，但是神会选择最佳时机彰显作工。当我们始终如一信靠神时，神会赐我们意想不到的大而奇妙的应允的果子，让我们所信的变成现实。为成就神赐给本祭坛的旨意，为成就兴起发光的祭坛，为让列王列邦蜂拥而至，灵魂得救，向全世界显现神充满荣耀的大圣殿等，我们每天祷告神。有时像走在荆棘路上，像站在悬崖边，又像四面楚歌，看不到希望。如果神通过万民所要成就的旨意，只是向全世界传福音，并建造一座大圣殿，我们早已完成了使命。而神的旨意是在那过程中所结的耕作的果子。牧师建造大圣殿意味着真儿女人数已经满了，说明神耕作人类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神期待的世界宣教，就是促使那些陷入罪的泥潭中的人们主动抓住得救的机会，要把这种全能传播到全世界。为了成就这个旨意，神正在按照计划塑造我们的器皿，就像把约瑟打造为埃及宰相一样。亲爱的圣徒们，罗马书5:4，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忍耐就是按照公义栽种，为开展神更伟大的做工奠定基础。希望大家心怀这个盼望，早日成为拥有精心般信心的宝贵的荣耀的工具。想要好好过信仰生活，第3，要记住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至十五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将我们的信仰历程比作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内住的殿。我们的心灵通过做割礼和尽忠诚建得洁净完全，如此建造的工程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不过建造心灵的殿所下的功夫人各有异。那么什么是工程？个人的工程何时显露？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根基是指耶稣基督。人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建造心灵的殿，有的用金银宝石建造，有的用草木禾秸搭建。在接下来的第十三节前半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什么是工程？是辛苦积累的成果，尽心尽力献在神面前的真诚。按照信的真诚和活出神道的程度，我们把信分为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六种。那日子是指什么时候？神又是如何让个人的工程表明出来？首先，那日子指的是某个周期。就所担负的职任而言，总结一年工作的年末就是工程表现之时。为神的国和义做了多少进食，通宵祷告，投入了多少时间和钱，献出了多大的爱心等，功劳如实显露。其次是遭遇试探之时，第十三节后半节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火要试验个人，意味着信仰中试验信心的熬炼或患难。我们的信心若是完全，不管遇到多大的试炼，都不会有一丝动摇或改变。金子和银子经得住火炼，非但不会变质，反而易物被烧除，纯度提升。最后是地上的生命终结，见主面之日，主从空中再临，信的人被提升天，七年婚宴和千禧年过后，将有白色大宝座审判。那时在这地上被耕作的人们，将要总结各自的信仰历程，按照功劳和所行得蒙赏赐，进入主所预备的居所。神将准确的评测，按照个人信心的大小，成为圣洁的程度，赏赐天国的居所和冠冕。通过如火般的试炼显露的工程，我们的信仰以及耶稣基督为根基，在这根基之上建造的工程能不能存得住，要看用什么建造。如果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建造的房屋同时着火，
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能存留得住，用草木合接建造的很快就会烧成灰烬。经过如火般的试炼，人的信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历史区分开来。用河街建造工程的人，就像河街枯干没有气息，价值全无一样，其信也是毫无用处。用草建造工程的人是指虽有属灵生命却没有果子的状态。用木头建造工程的人是指信心有所成长，有望结实的信仰状态。用宝石建造工程的人，其信仰已进入行道的阶段，好像发光的宝石，凭信胜过世界，将荣耀归于神。用银子建造工程的人，纯洁如银，挚爱天父，以成就圣洁的心灵。用金子建造工程的人，其信心得神喜悦。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要知道，具备金银宝石草木信心的人可以得救，但凭没有生命枯干和接性质的信心无法得救。火烧不尽金银宝石，拥有这等信心的人能得胜火一样的试炼，但草木信心无法承受火炼。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区域长或机关长在使命上没有尽心尽力，只是满足于维持现状，就会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八节中耶稣做银子比喻那样，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不仅当事人自己受亏损，还会连累区域成员或机关会员受亏损，信心不见长，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情况因信心没有丢掉还可以得救，虽然担当使命却没有功成显露，这显然是某个方面的缺乏所致。为了填补缺陷和不足，成为完全，熬练必不可少。唯有在神面前凭信而行，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建造的工程，才能从火炼中存留得住，到了时候结出完美的果子，且在天国积攒奖赏。第三，神喜悦金金般的信心。金子是惰性金属，不会和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经久不变。黄金珍贵就是因为这种不变的属性。圣经记载，拥有金金般信心而得神喜悦的古人先知，不惧任何试探，从不动摇或跌倒，面对任何环境和条件都不失喜乐和感恩，像亚伯拉罕、以利亚、以诺、摩西、保罗、彼得、童贞女玛利亚等。凡造就金金般信心得神喜悦的人，在地不在天，得福溢满，得称尊大，得居如日发光的荣耀之中。其中热心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见主一次之后不惧任何试探和患难，用不变的恒心竭力传福音，凭信奋进到底，满怀天国盼望，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惜舍命为主做工。当我们拥有精进一样的信心时，就能凭烧不坏的工程，永享神的大爱和厚福。
神产业每一个人，按照公义准确地评测我们的工程，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建造的。拥有银子般信心的人会有哪些表现呢？虽不如具备金金信心的人，但比在火炼中易碎的宝石信心要强一些。拥有宝石信心的人，恩典充满或病得医治时，会忠于神家，所求得到应允时，还会誓言从此要为神而活。然而热心一旦冷却，失去圣灵充满之后就随时变质，建造的工程也被破碎 损毁。可见宝石般的信心看着耀眼美好，但那美丽不过是一时的，就像宝石的根本形态在火中得以存留一样，用其建造的工程也是存得住的。相反，仅是草木和皆信心的人，遇到火炼，其工程就会消失。所以神使我们经历如火般的试炼，让我们有机会查验自身信心是否属灵。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凭信，要信靠活在永在后赐奖赏的天父，为拥有金金般的属灵信心而付出更大的努力。下面讲结论。以前主任牧师讲过，圣洁福音听一年的人和听了五年十年的人信仰状态要一样吗？当然，根据个人的每个人的心田和努力都不一样。主任牧师的意思是，圣洁福音听了更多、了解更多的人，应该变得更加善良、温柔、有爱心、谋成主的心。就像人在小的时候不懂得父母养育之恩，等他长大成人，就会明白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养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明白父神的恩典与爱，成为神圣洁的儿女。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生在这地上是为了认识父神，成为神的真儿女，将来与神永远相爱。希望大家像今天分享的内容一样，把圣洁福音当作灵粮消化吸收，拥有宝中之宝属灵的信心，记住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好好过向生活。奉主圣名祝福大家。思考今天分享的内容，同声祷告。오늘은신앙생활을잘하기위해서어떻게살아야함을전해드렸습니다첫째로성결의복음을양식삼고둘째로보배중의보배인영적인믿음을가지며셋째로각사람의공력이나타남을명심해야함을말씀드렸습니다신앙생활을잘할수있는복된성도님들이다되게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唱万民赞美第159首，感谢三，感谢五，把准备好的现金献于父神。感恩之情充满于心。向父献上感恩的馨香。知晓我一切的阿爸父，悦纳我的感恩馨香，我的一切赋予悦纳，就连我的内心深处父都知道，像我心爱的父，竟献上我的心。我的挚爱，我的全部，
满心感谢向我天父献上我的挚爱，我的全部。满心感谢向我天父献上请张成哲牧师为奉献金祷告。父神，向您献十分之一奉献金，感恩奉献金生日，感恩奉献金献救济宣教赞助奉献金建堂礼物，这些奉献金献许定礼物，求您亲自按手赐下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福，成就他们的心愿，垂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祈求，保守并赐福于他们的家庭事业工作，使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不断增加，感恩事项不断增添，让他们按照所行所种结实30倍、60倍、100倍以上。主啊，感谢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以主祷文结束周三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们。